你们知道我喝酒之后做过什么缺事吗？大家好，我是老金。很多粉丝感觉我的号叫老金喝不到，因为我喝不了醉，不是因为我有三个肝，然后我只有一次我喝醉过，十几岁的时候去跟朋友，我们就干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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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回到家的时候，我妈开始就骂我。然后打我的头，吐了两三次。第二天我爸来找我，跟我不生气，这个很奇怪，因为之前他都如果我做一个情况，我爸就会骂我，特别生气。这次他不生气，他就跟我说，如果你想让人感觉你是个男人，那你不会这样的，你不会喝醉，你不会吐。我就想好了，我就 OK 爸妈，之后我是一个男人。然后从那个时间到现在，如果我喝，我可以喝，随便喝，或者我停，我一点都不喝都可以。 Nice。很快就到春节，不知道春节的时候回老家大家会很开心干干干，有可能会有一些老朋友给你压力喝。我觉得一个真正的男人，他可以说不好意思，我已经 OK 了，你们喝，我陪你们。我觉得如果你这么去说，你是一个真正男人或者女人，让其他人喝醉，这个很不礼貌。我希望大家回老家的时候会吃吃喝喝，陪好朋友，然后带一点好酒，跟好人一起过我们的春节。我们都有一些喝酒之后的缺失，如果大家有一些评论一下，春节快乐。